所以我们社会主义，我们是初级阶段，是吧？所以我们有自知之明，觉得我们还是要发展，所以我们害怕批评，是吧？大家最好别批评，是吧？多说一些好话，像小孩一样，小孩都要鼓励啊，是吧？他刚刚那地上这个跑几步，这个走得摇摇晃，说：“哎呀，儿子啊，你很厉害，跑得很好，是吧？了不得，你以后那可以当百米冠军，是吧？”这些都可以。但是资本主义他已经是百米冠军了，就说你这不行，博尔特是吧？你才跑9秒几，是吧？你应该跑7秒几，是吧？你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你这个还不行，是吧？所以他这个标准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的文学在80年代，他就要承担这个功能，就是他要为我们社会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希望来表达。啊，新闻它是被控制的。然后这个文学，他就承担了这，他说虚构，他是虚构的啊，表达的是人民对现实的看法，人民的一种希望，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改革文学。改革文学呢，在当时呢，其实影响大的作品很多，我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去提到。那么大家知道，在80年代，改革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影响当时最大蒋子龙的《乔装长上任记》。这依然是我说的，在80年代，那么老干部都是好的，是吧？乔光谱这个他是好的，年轻的干部啊，这个是坏的，他是四人帮的这个爪牙，是吧？或者说三种人，或者受过那种影响，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呢是塑造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光谱面对一个百孔千疮的这个烂摊子啊，他大智大勇，力挽狂澜。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作品呢，他是写的人物还是高大全，啊，这个乔厂长乔光谱，是吧？这个道德品格高尚，啊，智勇双全，是吧？雷厉风行，是吧？那么他呢，这个非常果敢。那么今天来看呢，如果说作为改革文学，《乔厂长上任记》，他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呢，是企业自主权，抓住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就在当时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改革中，对于工厂来说，最重要的是企业自主权。这是什么呢？过去的厂长他是没有权利解雇工人的，我是工人阶级，他干得好和干得坏，他的工资都是定得急的。你既不能扣他一分钱，扣他一分钱他跟你没完，是吧？也不能这个，也不能开除他，他是工人阶级啊，是吧？所以人浮于事，啊，你上班他打牌也不敢管他。就是你厂长没有自主权，那么就是你要生产多少，这都由上面的部门，什么就是发改委，现在中国还有发改委，我们叫做计划经济，是吧？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这市场哪有需要它就生产，是不是？那么你这个需要什么？你需要袜子，我就生产袜子；你需要猪肉，我就养猪。但是那我们不行呢，我们一切都被控制。都要计划，那么工厂里边你生产多少匹布是吧？多少匹布，然后按布票，生产多少粮食，这个粮食按粮票，生产多少电视机，这都紧缺物资是吧？它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所以你工厂里边呢，它生产是被计划好的，计划好了，然后呢，国家给你拨款，拨款呢你就生产，买生产原料，这生产原料呢到哪里去买？这都要批条，都是由这个。生产什么？过去叫做什么商业局啊，什么企业管理局啊，或者发改委啊，那么它都变得很多名目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它是计划来分配，啊，国家一切都国家把所有的资源掌握在手中，啊，你们比如说在西方，这个银行它是股东的，是吧？是私人的，啊，你大学也是私人的，你比如说这个哈佛大学，它是基金会。然后他有一个基金会，有很多有董事，他们呢去弄钱，然后捐款，是吧？哈佛大学一年的经费相当于古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啊，在10年前，普林斯顿一个大学的经费相当于全中国大学的经费，啊，大家别小看香港的大学，香港大学或者香港中文大学，它在10年前，其实不是10年前了，5、6年前。他的学生的一个学生的人头费，
相当于北京大学40个学生的人头费，啊，这种不用说教授，他教授一年的年薪在120万到150万，啊，所以这个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他的钱用什么？他的钱就是用于教育和卫生，就是这两项，啊，而我们是要养一大群的官员，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官员全世界毫无疑问全世界最多。我原来在中国社科院的时候，1990年中国社科院这个单位统计，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当过或者是享受，在1990年的统计是130个，就是中国社科院局级的干部有500个以上，那处级的更不用说，那几千个。所以是这样一个，我们有庞大的行政机构，我们的行政开支呢，相当于日本的19倍，相当于美国的，据说哈，有一些不同的统计数字，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可能相当于美国的12倍，啊，相当于欧盟的20倍，比如说像这种，就是总之这个倍数是非常惊人的，但是。我刚才怎么会说到教育去了？这说得太远了。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自主权，是吧？它一切都被计划，被计划经济，然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那样企业就没有效率，就没有竞争，是吧？因为它很多的资金，我们中国过去的经费。为什么在文革以后要搞改革开放？一方面是行政开支，另一方面军费开支。其实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军费开支占到所有的行政开支的已经接近50%了，40%几了。所以你不可能有钱再去投入再生产，是吧？你不可能有钱去更新设备，不可能有钱去进行技术培训。就一直到了80年代末期。或者1994年，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听就是我们北大的经济学院的刘伟，现在是经济学院的，我不知道是院长还是什么。我原来90年代初跟他是北京市的青年委员，有一次听他做报告，他讲北京的清河毛纺厂的设备，他去访问的时候，90年代初清河毛纺厂的设备。还是70年代的设备，还是我不知道记错了还是什么，就反正50、60年代苏联的设备。那么你到了90年代，你想参与国际竞争肯定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就是你没有钱投入设备改造，所以工厂存在这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朱镕基上来大刀阔斧的，是那个时候90年代叫深化企业改革，结果造成很多工人下厂，工厂破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资金不足，不能改造设备，不能用于技术培训，不能够有这种技术的，更不要说技术的创新了，啊，所以中国在90年代的改革开放呢，就是大量的借用这个外资，还有股票上市，是吧？中国股市把老百姓的钱都圈进去，啊，圈进去之后的这些烂企业，有的烂企业还做了一些事情，有的烂企业就把那些这个钱就不知道弄哪去了。但是中国的这些经济就胡乱折腾，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90年代到了，现在21世纪，中国经济确实是欣欣向荣，是吧？主要是这些大城市盖了这么多的楼，是吧？也不知道楼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它总之是这个发达起来，外表非常好看，是吧？外表非常好看，那么这也是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发展。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一直搞不清楚中国的经济是怎么发展的。所以现在西方的政治学家他也搞不清楚中国的政治为什么这么稳定，是吧？西方经济学家搞不清楚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有发展的势头，每年10%几的增长。所以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吧？非常伟大，所以非常伟大。那么在那个时候80年代初，大家看一看乔厂长上任记，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要有企业自主权。这是这篇小说在当时，如果说他在改革上具有开拓性的，抓住是这一点。
大家回过头来就可以理解这一类的作品它和时代所发生的那种关系了啊。那么当然作为一个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呢，它是那个时候寄予了人们对企业领导的一种想象啊。其实当时那种改革家是非常少的，当时付出的老干部都忙着走后门，忙着给自己的儿子是吧多找几套房子，安排好工作啊，然后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确实时代人民非常需要改革家，需要这种一个有能力的企业家，所以文学作品反映了人民的一种愿望。这是蒋子龙啊，这都老了，当年应该是很年轻的。其实这个还有柯云路的3000万，那么他当时也是塑造那种改革的形象。所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他创造出这种经验，他就在理想化的甚至是概念化的意义上去创造时代所需要的这种人物。这种人物呢他引导着一个社会和民族在前进，所以你也不能说他这种文学就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化的。从我们文学性的角度来说，这种作品的描写太虚假太夸张是吧，但是呢在那样一个时期人民需要这样的文学。在那个时候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处在那么困难看不到前景看不到方向的时候，文学作品给人们提出了这种方向，给人们提出了面向未来那种信心，我觉得这种文学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是吧，应该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所以同样的你可以看柯云路的3000万，也是讲述一个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后这个整顿一个拖延施工10年的基建工程的事。主人公这个闷局长啊，你看有扛枪的经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也是被塑造成一个好干部形象。与他形成对比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多的干部张安班，他是一个反面典型是吧，他被描写成文革动乱所造就的，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三种人的那种靠造反起家的干部。所以老干部付出是一次权力的再交换，所以这个时候是那些年轻的造反派向老干部这个交权。所以我说这一点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的路线，他本来是指望这些造反的所谓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接班人是吧，像张铁生的这种白卷英雄啊。但是这些人呢他在文革后的遭遇到强大的一种质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他还是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这种思想，他期望呢通过一种观念的革命社会主义这种理念然后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一种事业，就是我们通过观念的革命我们能够把人民的这种力量调动起来，然后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他也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吧，不能说毛泽东，当然他提出要资本主义的宁可要资本主义的草而宁可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吧，大家觉得很荒谬，好像社会主义人都是牛一样吃草就行了是吧，这个啊，然后能够挤出奶，这个是他的一种毛泽东的一种理想啊，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显然是失败了，显然是失败了。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呢有我们走向经济建设，那么这个时候这种观念的理念要暂时要放下，所以我觉得小平同志这点他是很伟大的。我们先要把社会的生产力搞上去，是吧？生产力搞上去之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吧？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应该建立在高度物质发达的基础上，它才谈得上福利，它才得上平等，它才得谈得上这样一个物质的重新分配。这个是柯云路，柯云路的这个他是出生在上海，在北京读书，就是66年毕业于北京的101中学，就是北大这旁边的啊。那么72年到山西当工人，后来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工农兵学院。80年就发表这个3000万，他的真正的代表作呢是《星星》啊，
信心。信心我们后面再说啊。在当时的这样一个叫做开拓者家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乔光普，乔镇长上的叫乔光普是吧，还有这个闷局长，这些都是有开拓者的形象。当时张先亮还写出南门的风格，那么这些作品呢，还有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啊等等，这些都是塑造了这种开拓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啊。那么这些开拓者当然也会遇到阻力，遇到困难，所以当时我们说反思文学啊，这反思文学它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文革的伤痕的那个伤痕文学系列里边的那种反思文学，还有改革文学中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呢，它当时呢主要是写正面的，塑造正面的主人公形象，就社会主义文学它一直呼吁了要塑造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你从这个创业史他要写梁山伯啊，那么艳阳天要写萧长春，那么当时呢这个你像胡乔波、周扬对赵树理写的三里湾有所不满，哪里不满，就是他没写出高大的正面的人物形象啊。那么最早像冯雪峰对丁宁的水那种作品他不满，就是你没有写出一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能够革命的啊，带领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这种正面的高大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文学一直要在一个理想性的意义上去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它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我们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思，它的本质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在西方的浪漫主义，它是要回到自我，回到个人的经验，在个人的自我的经验的意义上，它来建构起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化。但是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它是要在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和社会的一种进步和理想这个联系在一起来建构人物。所以这些人物本身它符合的不是他做一个个人的自我内省的这样一个经验，而是说他这样一个人物展现的是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那种期待。比如说梁山伯能够带领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啊，他能够分清这个敌我，能够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形象是吧。所以你像这个梁山伯他就会拒绝素芳是吧，素芳像他这个一个漂亮的这个少妇，其实也蛮年轻的，才23岁是吧，啊20几岁，就向他表示好感啊，一会儿就是对他含情脉脉的看着，但是他严厉的制止他，他说你这个过去啊，这个作风不正派啊，现在要好好做人等等是吧，啊他这个教育这个素芳。